所在的位置呢，是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环州院洞庭湖一线堤防的决堤口，决堤口宽度约10米，溃口宽度已接近200米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场的水位已经漫过了大部分堤防的。记者在环州院洞庭湖大堤溃口处看到，堤坝两侧的水位已基本持平，卡车载的石块陆续倒进了溃口处，再由推土机逐步填平向前推进，封堵溃口的工作已经开始。就在刚刚，在我的身后，决口合拢了。